每个小小的付出都能带来巨大的改变，让海洋开心，地球开心，我们也开心。2010开心海洋影像纪实得奖作品，国中组第三名，屏东县琉球国中，立足琉球，放眼世界。这是一个遗落在南方的美丽珊瑚礁岛屿小琉球，岛上观光资源丰富，随处可见的奇岩怪石，资源丰富的潮间生态，绚丽动人的琉球晚霞，更有各式各样的水上活动。然而近年来，海洋生态旅游受到国人的青睐，每年探访小琉球的观光客与日俱增，观光客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，同时也伴随着海洋生态的破坏与环境保育的危机。这样就好了，拜托不要摸。它在水里面真的会动哦。海洋是我们生存的空间，也是我们仰赖生活的来源，更是孕育生物物种的摇篮。唯有提升海洋保育的认知，强化海洋生态的觉察，落实保护海洋的行动，开心海洋才能就此发扬。